没事，这轮会给我钱。我们把钱拿着，把这安妮儿拿了啊。昨天福星爆了两个窃贼手套，那也太少了吧？不得给你爆五个呀？爆窃贼手套，我们直接就退。好，两福星，但是现在上两福星肯定不行。这样啊，卡牌撇了，升级。阿卡丽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没跟你说这福星的新打法吗？让你知道什么叫新打法啊！我觉得安妮儿厉害点儿，好像安妮儿比锤石厉害一点儿。新打法，哼，什么叫新打法？第一波败的不好，第一波应该是赢，你知道吗？但没办法，我们赢不了。这个安妮儿撇了啊。我们虽然拿到了福星天轩，但是我们得连败啊！但是我们得连败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它下掉。我们不要赢啊，一定不能赢，我们就12连败起步。就一直输，哎，忍，永忍，忍耐。隐隐，我们隐隐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哪个逼再拿我手机号等我这个安居客，我就把你杀了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听没听见？我警告你，你听见没？你别让我发现你是谁啊！最后发现是嫂子，不能，你们嫂子没不登我号，这为啥赢了呀？哎，不，你也太弱了吧，这你都赢不了啊！我一直脑袋疼，我这。
遇到一个卖血的，不是他太弱了，这也能输啊？那倒数第一怎么让我碰上了呢？弱的离谱，赢点钱也行吧？那赢点钱也赢点钱。提醒主播，你已触犯刑法36条，威胁恐吓罪。你要把我抓起来呀、啊？你是不是想给我抓起来？把我铐走吧呢？咱这属于正当防卫吧，还要抓我、啊？这未经过允许私自盗我号，要登我号，天天给我发骚扰短信。好，一会儿把锤石下了啊。这有点太猛了，这一下掉我10滴血，我10轮以后直接人给我抬走了。上个卡牌，如果是杀人肯定不行，那肯定不行，谁敢杀人呢？那我这用词不当，我就把你打一顿。算了吧，打一顿也不太合适，我就把你骂一顿。不会这又赢了吧？千万别赢啊！千万别赢，千万别赢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千万别赢。千万别赢，千万别赢！赢了我这福星新打法没了，你咋一点伤害也没有呢？你那姐给我刮痧呢？啊？哎，漂亮，兄弟！不错啊，你上卡牌干嘛？我寻我少掉点血呢，我寻我血别掉那么太多，我质量反正也不咋地，他们应该都能打得过我，我一共就一个两星的，我寻思，哎呀，其实这个安妮来的很坏，你知道吧？最好是别要天选的福星，天选福星不好用，我们一会儿有福星给他下了，不要用天选的福星。空城不行，空不了城，没有福星挂着不行的，这得有福星在那挂着。这咋这么多安妮儿呢？我看看啊，一楼咱肯定打不过，二楼咱也肯定是打不过，三楼咱也肯定是打不过，四楼咱也打不过，五楼咱也打不过，只有七八楼咱可能能打过，那咱也打不过，七八楼咱也打不过。好，我们谁也打不过，目前现在啊，非常的 beautiful， 这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就要那种不仅打不过掉血还不要掉太多的这种感觉。哎，就打不过但是血不要掉太多。哎，这就舒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
好，你看这掉血掉的精致控血啊，掉了三滴血，这就非常的好。是我们的精致连败啊。一二三，直接安妮儿给他撇了。我会让你死得很痛苦。上个这个，然后再上个这个。一二三，直接给他撇了。打到狼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福清连败的钱给他取了啊，给他给先给他存钱，先打到福清连败的时候，我们给他取了。其实可以先给卡特打工的好一点，能少掉点血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换一个安妮儿不厉害，上卡特吧。这千九也行啊，好像这老七老八比谁惨呢？我们故意连败的呀，我们就得故意连败。这个福星就得故意连败。没跟你说这新打法吗？赶紧败，对，赶紧输。最好是别输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能顶到狼我们就赢，顶不到狼我们就退。为什么要输？因为福星只有连败，他才会给你好东西啊！忍，忍耐。是不是这能狠一点啊？卡特好像有点垃圾啊。我们就所有场上全一星，赢肯定是赢不了，但是别输的太猛，别给自己整没了就行。其他的我们无所谓。不会吧，不会要赢了吧，不会吧，千九太猛了啊，不会吧，别你也太垃圾了，哎呀我操了，我赢了，哎呀哎呀我受不了了，我的妈呀，居然给我赢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也太垃圾了吧！这啥阵容啊？这
哎呀，换了一个人给我赢了，我的天哪！给了两件装备，也行吧，也行吧，也行吧，兄弟们，也行吧，也还凑合地儿吧，可以接受吧。确实确实有点难受。金克斯我们不要啊，金克斯我们不要。你看你妈呢，我不要。别老骂人呢。老骂什么人呢？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啊，对，来挑战我。刚宗今天好像很热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老母驹咋这么多呢？先拿个瑞文上一手啊！老母驹不要了，凯南不要了，腰子留一下。我们这套阵容是什么呢？利用前期福星这个的连败拿掉妮蔻，然后不要天选之人，到达七级能刷到天选，刷天血刷不着我们就赌妮蔻，赌不着妮蔻就退啊。有手套其实也行，你知道吧？赌不着就退呀，退呀！不赌不着还玩个屁呀？还赌不着怎么玩？赌不着就没法玩了，直接就退，不用多墨迹。玩复兴不赌，那玩什么玩呢？你真是的。你看这质量没有？你我已经想到了，就是说这个，我已经想到了，就是说没英雄该怎么办？你无论是来进、来老母驹、来剑魔、来瑞文、来蛇女都可以，啊，都可以，这几个都可以。无敌了吗？小无敌，小无敌。
我这黄鸡还是很猛的啊，我这黄鸡。他这什么？他这秘术蛇女儿。哎，倒杯水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倒杯水嘛。铲子你要吗？你不要，我要了。我有大棒，这个瑞文应该放第二排还是放第一排？竞彩不开吧？开呀，开一个。放第一排容易被秒哈！哎呦我操，给我吃了！这努努给我吃了，这努努啊！放第二排，那省着给我吃了，这也放第二排。蛇女儿、瑞文，这都放第二排啊。下一轮我们直接无敌。完了，血掉的有点多啊、哦，血稍微是掉的是有点多，不过二十滴血我觉得也能接受吧，二十滴血，两轮的容错率。两轮的容错率。我们现在需要蛇女、瑞文跟老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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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头。有带，给点 money， 一个 money 都没有，好，没有关系。这俩给那什么好了，蛇女、瑞文跟老头，完了，瑞文没有，拉了。GG。没有瑞文，我看看啊，
莉莉亚能换什么东西？没东西换，换不了。现在莉莉亚上不去，不要了。我们需要瑞文与蛇女儿。中期其实挺顺的，往后边打，这人不升二有点拉了。中期蛮顺的，哎呀，我把银马撇了好了，我为什么把这那啥给撇了呢？我会用这个。冰心儿，给老头来个冰心儿。好，聚聚，我们第七这把。看来第七并不想我去呀、啊，这不想我第七呀、啊，这是我们选秀拿个瑞文或者是蛇女啊，莉莉亚我锁一手。没有东西呀、啊，这没有可以拿的东西呀、啊。给我们来个瑞文或者是蛇女，那这波不能锁了，这波锁我们有可能会死，所以我们不锁了。放弃，老头我们也不要，我们主要就要瑞文。权力需要精度，有没有剑魔什么的？瞅一眼啊，有一只剑魔，两只剑魔，那行，给它放这儿。这个瑞文给它放左下角。三星拉克斯，三星猴，我的瑞文呢？啊，我的瑞文被他给打死了，那没办法。哎呀，没有二星瑞文呢。我递了50块呀，没有二星瑞文呢，人家有五只的瑞文。聚聚，下一把再来一把福星。